我是李维乔，来自10年级。我刚在沙特赢得了世界少年锦标赛的男子花剑个人冠军。这个比赛是我的年龄组最高规格的比赛。It was really great, a very brand new experience, and I enjoyed it a lot. Before today, I never thought that I can make this far in this top class tournament in the world for cadets. So, yeah, really proud of myself, especially.When I'm enjoying the process of winning.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了起来。然后我当时差一点就哭了，我没有哭出来，因为当时有很多摄像机在拍嘛。我从7岁第一次开始接触击剑是在一节体验课上，那次我就觉得特别好玩，于是我就开始练了。然后能坚持到现在，是因为我特别享受每一剑得分的快乐。在16进8的时候，中段落后时其实挺多的，落后对手5分，但当时我的心态是比较稳定的，因为我坚信我能翻回来，我能逆转。在比赛场上，我觉得制胜的关键是心态和对自己技术的控制和应用。其实，在训练中，我已经把自己的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，已经不弱于赛场上任何人。重点就是对于自己技术的运用和对于心态的把控。今天早上回到包校以后，还是觉得校园里的同学和老师非常亲切，然后就像回到家一样。